絮之中守着你走来无误，我的泪光承载不了我。我别等到一千年以后，以后所有人的看到举到这里就敲的感觉。你的声音怎么会跟你外形这么不一样？对，你是捏着鼻子，这种感觉在唱，完全吓到了，像这种感觉，像费玉清感冒了。一千年以后，一千年以后，应该走喜剧路线哎。你给过很多明星伴舞，对不对？是的。有哪一些？我们的新推官薛之谦老师，薛之谦老师，就是那个啊，还有那个陈奕迅，哦，还有刘涛、邓紫棋啊，等等等等。嗯，要不要给他跳舞的机会？要再看一下他跳。我准备了一段舞蹈，枪舞。好，好，好。帅，对，他会很自信，超级帅。哇哦，哇哦，帅，很棒，谢谢谢谢。你这支舞真的很像你的爱弟侵略者。我觉得人生就像一场战役，在困难重重面前，我是一名侵略者，猎杀掉所有的艰难险阻，夺取我成功的旗帜。很阳刚的宣言，谢谢你姐。真的，你刚刚这个舞蹈侵略到我们了，很帅，真的太好看了，谢谢爸爸。因为我看到他的资料，就是他是非常努力的，然后还在供自己的弟弟读书。是的，还有两套房子需要我供。哇，对，所以我觉得他很努力，他是一个非常有梦想的青年。但是毕竟这是一个综合的考量，嗯，所以我们的结果是待定。谢谢米姐，谢谢米姐，恭喜你，恭喜恭喜。这边哦，我这一点要那个很认真的说，米姐是我第一个能近距离沟通的大咖，然后能第一个倾听我声音的大咖，谢谢米姐。谢谢你，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。我给过许多明星伴舞，但是呢，我永远都是站在明星的身后，聚光灯永远就是打在明星的身上，而不是打在我的身上。但是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就有一颗站在舞台上面的心，特别的渴望。站在舞台上面表演的时候，就感觉这就是我，对。不知道你能感受到吗？真好，这个舞台就有欢笑，有感动，有很多年轻的漂亮的男孩给我们带来很多。对，接下来我们要有请的是 ID 号小熊喵，叫做祝子杰，听说非常的可爱。小熊喵祝子杰，请候场。不是，我还没上厕所。我这是咋回事？完了，我要被淘汰了！完了，我要离你远一点，我要被淘汰了。
小熊喵祝子杰请后场。Hello。很可爱，很像涛了，好侧脸像。就是说给你听肯定的话，不称快的机会全部删掉再追对。你对我微笑的时候，帅的。是我心跳反复颤抖。像像像。OK 的啊。Hello Hello， 各位新队官好。大家好，我叫祝子杰。我来自湖南长沙。还能说什么？为什么叫小熊喵？因为我的黑眼圈比较重，但是今天化了妆之后好像没有那么重。为什么黑眼圈重？你现在每天晚上大概3点钟睡觉，因为我的目标是考上北京电影学院，然后做杨幂姐姐的学弟。告诉他为什么你要来盛世美颜赛道。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其实很快，一切都很快，一切都很快。你想告诉他，我们岌岌可危，对不对？我那个心啊！没有没有，我想抓住每一个机会，然后来展现我自己。那你觉得你是盛世美颜吗？我觉得我算。我能看一下吗？你这样，你应该不会破坏你发型吧？不会不会，这没关系。没有偶像包袱吗？哎，你有美人尖。有哎，美人尖是什么？就那个啾啾。啊，那不是那不是，那只是绒毛。他头发撩起来又是另外一个人，他本人又跟上镜又不一样。本人又孩子气一点，上镜好像又是那种帅大帅哥。所以一共是3个人，很多变。这样子就可以演员吗？我要演很多不同的字。这样子就可以，大家都完全记不住你。不知道。打字人。所以你今天给我们带来了橘子汽水。没问题，来伴奏，有请。我先把这个放着。你给我，我帮你拿。因为我刚刚亲了一下，可能不太好。哎，他靠近看又是另外一个。他们都说我长得像那个涛。是我们刚你刚在大屏幕上的时候，我们俩就在说。因为涛是我们两个的朋友。不知道。可以开始你的伴奏。我站在教室门口的小角落，偷偷唱歌要练练，但做偶像肯定没问题。唱歌就是。你就像天上的，你就像天上的，你就像天上的，云朵我变成彩虹。很可爱，你要给他过吗？很招人喜欢。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，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，我和你的默契有种节奏，牵着我的心跳跟你走。有特点。就这样牵着你一直走，就是喜欢你偷瞄着我的害羞，我的害羞。好了，你已经有结果了，不用唱了。对，因为我们刚打起来了，秘密纠结了很久，想说要不给他过、啊，唱的也不咋地。这个你唱的真的是一般啊、哦，我知道，没关系了，大秘密会给到你最终的结果，属于你的。来，有请首席新队官。谢谢。我们的结果是，你都那么大声喊出来了，过。给他过，666，恭喜，超级666，谢谢，送你一个蜂蜜糖。OK， 谢谢，谢谢，开心吗？很开心。666，
耶！哦哟，很会。结果更改了 OK OK fine， 因为我们只有这一罐，他不仅赢得了自己的出路，还堵住了所有选手的未来，因为我们只有这一个道具耶、yeah, yeah, 掌声送给你 OK 节目录制好、oh, 谢谢节目录制结束了，没有东西可以送了耶、yeah、谢谢谢谢哇你还把我骂我一激动就滑了，就打。哎，那一下我觉得我哎完了，我觉得我，但是也有很多出乎意料的地方。他还跟我拉钩，杨幂等我。等等等。这摄像头啊，都拍拍我、啊。